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亮子，那个表姐、姑姑、阿姨都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亮子是我们八点档男神哎，先跟大家讲一下说，今天的这个打扮是不是特地为出席塑造幸福日店长而量身打造的？没错，今天就是呢，要以主厨的身份煮东西给大家吃啦。哎，我想要问一下亮子，你演过这么多戏，这么多角色，你有演过厨师吗？没有哎，看起来就没有厨师的样子。旁边观众有没有露出这种很？为什么要嘲笑我？为什么要恶笑呢？你有演过厨师吗？没有演过厨师。一脸就是看起来好像不太会煮东西的脸。哦，我跟各位报告，亮泽呢是一位好爸爸。选举我们刚刚剪开打开，直接倒下来，哎，真的真材实料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在锅子里面倒两包，我们大家就把原版心意当成 Costco 好不好？大家不要，我们就试吃起来了。你试吃好吃，尽量吃好吃再去买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麻辣豆腐鸭血要跟各位报告。好，来啊，我们要倒第二包了。你来，我们请最美丽的小助手来分给大家。汤匙，汤匙，汤匙，谁要谁要？后面的阿姨其实不太好意思说她想要。好，来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吃了好吃再去买 ，OK？ 吃了好吃再去买。哇，这个麻辣豆腐鸭血才稍微加热一下，就非常非常的香，而且它是完完全全天然，不添加任何东西的。不添加新香料的 ，OK。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种非常非常辣的感觉，但其实不会。它的这个麻辣是比较温润的，因为它是用很多的中药新香料下去熬煮的，并不是用人工调味的。所以，呀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要不是身为主持人，我就先客他个三碗再说。我们今天逛信义园百十三，我们在 B3逛街，有没有？大家想要找吃的，我们先来尝尝看麻辣豆腐鸭血。这个麻辣豆腐，妈妈，我们阿姨、姐姐，我们麻辣豆腐鸭血平常199一包哦，我们今天是三包500块哦，好，买。麻辣豆的这种感觉先存起来，你买9包，今天只有在今天是1000。它的味道非常的足够。哦，那它是海上平常喜欢吃海鲜的人啊，喜欢有海味的。没错，那个东西加进去，不管你那个东西，比如说简单的烫青菜也好啦，或者说简单的炒青菜，是，只要加了它之后，就会有非常浓郁的香气。我其实觉得这一罐是万用酱，无论你在家里是煮青菜、煮肉、煮虾子、煮豆腐，你只要把这一罐拌进去，你不会，你再怎么不会煮菜，都会变成非常厉害的五星主厨到你家的料理。对，大家在应该对虾酱空心菜有一点印象。没错，道地的云林的蒜头哦，我们的农产大县云林哦，是100%在云林生产的蒜头，我们拿来小火慢煸出来的，然后再加上海味在里面，所以大家吃会觉得哇，好有海鲜的味道，然后蒜味又很够。重点是随便你炒什么料理，拌进去之后全部都变很好吃。对，而且它那个蒜酥的香气非常的够。刚刚你讲的那个部分是它一次吃下去的那个口感是海味，没错，而且那个蒜酥咬下去的时候，它是会有香气，蒜酥的香气。我太喜欢蒜味了。来，我们这锅子是不是有点热了？差不多了。好，来来来，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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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好，我们没有看过一个代言人金价保养。好，各位。如果说大家现在这边逛街的，我们在现在来炒避风塘海味蒜酥空心菜。哎，这听起来，你平常在这种上馆子，你这样子这个东西这样呛下去，这一串这样呛下去，就可以再多卖100块。所以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我跟各位讲，你要怎么样哦？要把这个在馆子里，我们上馆子你才吃到的味道带回家，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只要一罐酱，你就可以完成了。OK， 好香哦！无论是菜，你要加面，还是要加饭，哦，还是你要煮冬粉，都非常适合。来哦，自己先偷吃一下。来来来，排队。试吃试吃，我们把这里当 Costco， 把这里当 Costco。啊，等一下有很多姐姐说，哎，哪里结账？你钱都已经拿出来，要哪里结账？我们待会统一哈，我们待会带大家去结账区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喽来喽。来要吃吃。来煮满满的一锅哎。对啊，所以大家都有啊。来，那我碗也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加热我们的功夫卤肉，就可以马上吃。我跟各位讲，现在大家工作都很忙碌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要回家，你就想要快速上菜。哎，这卤肉饭谁会不爱啊？
台湾国民小吃哎、欸。对，而且它的卤肉汁已经把那个胶质都已经熬出来了。没错，而且重点是大家不要看哦，这小小的一包里面是十两包这样子，一盒里面是十人份哦，你一包可以煮五人份哦。所以呢，其实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够，无论你是要拌面要拌饭，直接当卤肉饭吃也非常的 OK。好 OK， 然后大家说哎要怎么煮要怎么加热，很简单，你就是比。煮一锅水，然后让它隔水加热就可以了。隔水加热。这位美女，你确定你饭要装那么多吗？你是要把大家喂饱的？他确定。确定不想让小吃街赚钱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他确定要让大家吃免费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我们塑造幸福在这边。好，来拆给大家看，我们直接拆给大家看。来了来了。好，有两包了，里面就是有两包，基本上呢，这个可以吃一个礼拜。对，我们家只要弄一包，差不多一个礼拜的量，所以它是大概是八到十人份。对，其实是八到十人份，所以其实这两包可以吃一个礼拜。卤肉，来功夫卤肉，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呢？功夫卤肉平常一盒两入是388块，平常这样一盒哈、哦、是卖388。但是我们今天是两盒这样子，两盒卖大家600块，再送六包五木拉面。又是五木拉面。哎，我们今天五木拉面其实是大是主角，是主角。我们今天会送大家超多。来，我们今天的功夫卤肉，平常是一盒两入388，今天是两盒四入卖600块，还送六包五木拉面。好，各位待会心里可以去想一下，譬如说我们的麻辣鸭血。哦，麻辣豆腐鸭血、功夫卤肉，还有我们刚刚这个万用的避风塘鸡油蒜酥，哎，我来试试看。基本上大家应该很香，对不对？它又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卤肉肉燥有点不太一样，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叫做功夫卤肉？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熬煮那个后腿肉出来的味香味。超级好吃，我很不想要领通告费，我想要在那边吃。应该换你主持啊？哦，换我吗？那通告费是要给我吗？对，基本上这三样现在在我们家的都是必备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平常在外面吃卤肉饭，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很油，对不对？我跟各位讲，这个你从第一口吃到最后一口，它已经把胶质卤在里面了，完全不油不腻。你不用担心说哇吃卤肉饭会不会发胖，不会，它是很清爽，但它味道很够，重点是它不咸，它不会那种吸甘那种的。好，来，我觉得塑造幸福它来排队排队，谁想吃？不惯的风格就是用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食材的来源来去做，非常好的，也用花很多时间去熬煮，不管是鸭血或者是酸菜。